我们在找露营地的时候，在那边就要找几个报废的房子，然后这边是两位大哥在这边养的羊，他们在这边放羊，我们热情地把我们教室屋里边烤火了。哎呦喂，太好了。哎呀，请坐啊。好，谢谢。看着大哥自己纺的毛线，这个也是毛线，这是洗过了是吧？哦，做这个，嗯，这是这个做的，嗯，漂亮啊！哎呀，牦牛，这个也是，这个有，这个也是这个纺的，这个山羊，山羊，嗯，山羊，哦，漂亮漂亮，厉害！喂，羊子可以尝尝。羊粪，羊粪的，羊粪。巧克力豆，能吃的。我们刚才跟那个帐篷的两个帐篷大哥说了，我说我们把车开到这儿来，然后我做饭，可以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吃饭，到时候一起吃。大哥看我把锅拿过来之后，然后告诉我那里有大米，然后煮他们大米，那边还有菜，用不上用不上，我们都有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有，来，来，嘿，茶叶，喝的，茶叶。一锅烧油。好了，三个菜。西红柿炒鸡蛋，红椒炒肉，香菇肉片，炒完了三个菜，我们准备一起吃饭。一大早，我们还没起床的时候，就听着外边很多人，然后来了很多车。原来是这两个大哥家在给羊打针。好多羊。晚上就这么睡，这么床吗？嗯，睡着这么睡，这么睡。你自己做的吗？那个是？对呀、啊。炉子用它烧火。对，现车了，用它来挖。昨天就是用它挖的。老乡告诉我，去来这个水里边打水，但是这个水里边。我竟然不知道这是个是虾还是什么，还然后还有鱼，看见了吗？它有鱼，然后还有虾，这个水。渗出来的泉水，从这上面渗出来的泉水，能看见这水在流动。说水是好水，但是里边的活物也太多，喝之前一定要先烧开呀，否则这里边肯定会有各式各样的宝贝。好吧，走，打上去，我要先去洗脸了。咱们看他们切稀奇，其实他们看咱们也是同样稀奇。所以说有时候真没必要大惊小怪。哎呦，看到没有？
进去吃点儿。有一只小藏獒，看。大獒在哪呢？哦。小藏獒。好小。不听话，一巴掌拍你头上，我给你讲。有一个带头的就全走，哎，有一个带头的就全过去，这样可神奇了。看，看这个场景，有没有点西部的电影的感觉？这种荒凉的美，旁边一个房子。我们三台车。本期问题，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？知道的，回答我。我要走了。牛粪，牛粪，牦牛。哦，牦牛粪。哦，可以。我要走了。再见。嘿，咋洗的嘞？咋洗的嘞？平时擦，平时擦。俺们跑着公干城。俺们跑着公干。怎么说？咋洗的嘞？平时擦。俺们跑着公干城，点个吊头笑。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。我们学会。喂，明天俺们就俺做古树第三，古树第三桥啊，咱们做。古树。手势我学会了。古树第三。古树。哎，桥啊，咱们做。开车，开车哦，叫我拦不住哦，好，再见。